我一直是负责煤和煤产品统计数据中心的人员。我之后呢，会在下一个环节将由 Sergio 来接手。昨天我们谈到了液态和的化学燃料，但今天会谈的是固态的。待会儿化石燃料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2022年的数字，这是我们上一个周期所公布的数据。那现在我们正在根据2022年的最终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到时候还会再这个公布给大家，给大家看煤在全球的重要性，它作为能源供给还有发电，所扮演的角色，在右边是发电的数据，左边是能源供给的数据。我们看到煤是能源供应第二大来源，它其实超越了天然气，但是在生产电方面呢，它是全球最重要的，也最大的电来源。煤生产，大家可以看到它从1978年开始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以来，煤生产的大幅增长，特别是看到中国的产出。之后呢，当然这边有一些下降的情况，就是2020年由于疫情的关系，但现在呢又逐渐的恢复了。在右边，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是最大产煤国，之后则是经合组织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和印尼分别排名第三、第四，他们呢也是生产增幅最大、最快的国家，在全球的煤消费也符合这么一个趋势。之前呢，我们用的单位是物理单位，但是这边使用的是能源单位。中国还是煤的最大消费国之后，第二大是印度。中国和印度呢，总共占了全球煤消费的3分之2。第三名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的这个下降之后，2023年又逐渐恢复。经合国家呢，现在是煤炭出口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也是因为澳大利亚或者和美国的关系。但是呢，如果看单一国家的话呢，是印尼为最大的国家。它已经在过去超越了澳大利亚。我想强调的是，少数的国家呢是主要驱动煤消费和出口的这个主导者。这边在看到煤进口，以单一国家而言，中国是最大的煤进口国，所以中国不但是非常大的产煤国家，它也是最大的进口国，印度位居第二。日本位居第三，在我们的初步数据当中，我们这个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中国和印度可以看到，在2022和23年的发展势头不一样，中国是在上升的，印度是下降。哦，抱歉，中国下降的，印度则是上升的。那么欧盟的话，它是这个浅灰色。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关系。从疫情复苏了以后，它的煤消费量就有逐渐的增长。现在，让我们来谈产品
统计。我们当然对于一般的煤来进行这个分类，我们这个大家都应该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它针对它化学和物理特性进行不同的分类，这也当然影响到了它的价格和使用。比如说，如果呢，有一些煤它比较适合这个加工，那它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价格。在左边，可以看到硬煤和合煤，这主要决定了这个煤一次煤它的价值。如果说它大于24,000的千焦。那么它就可以被归类于硬煤这一个分类。那么如果是低于它，那就成为合煤这一个分类。那在右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根据用途来分类，比如说冶铁煤。那么这些呢，特别呢。我们可以看到无烟煤这些呢，则是用于发电。那么我刚才讲到了对于煤的介绍，但是我们的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我们则是会结集所有化石燃料的数据，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以区分一次产品。就像我刚才也讲到了，还有我们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也谈到，一次产品和二次产品的这个分别。像之前谈到了煤也，大家看到泥炭也在左边这一个单子上。那么在右边呢，可以看到这个是衍生燃料，它可能是气态的，可能是液态的。这一章非常重要，我之后让大家花点时间来看。我不会进一步的去给大家看产品的定义。最左边是一次产品，那么在中间和右边这两栏呢，则是这个子产品分类。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呢，很多的煤产品它之间呢有很大的关联关系，所以这能够让我们去判断我们的转化数据是否正确，让我们能够估计，比如说中间是否有统计上的差异或者是错误，比如说我们的焦炭。焦炭这边呢，会有焦炉焦，还有这个焦油。所以呢，这我们知道，因为它是它的子产品，所以我们如果发现这当中数字出现了差异，统计上出现了差异，我们就能够去判断这当中可能有所损失的情况。这一张图给大家看的是左边是它的供应。比如说，从原本的，比如说煤矿、采矿，到之后生产以及库存累积，或者是库存的消耗。当然，这中间也经过进出口贸易的这个过程。在右边是需求面的流程，包括转化。之后我们会进一步的讲解这一步。比如说能源行业自用，还有行业工业消耗，但是是最终的消费。最后还有在分配当中的所耗损，比如说在供应链当中呢，运输当中可能发生的耗损和损失。那么我们看生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是在地底，第二是在地面，
第三是从其他的来源，production,但是很重要的是，对于生产的定义，在生产这边，我们所举报的数字要考虑到，洗涤过的，可以去清洁的，这个来源，也就是说可以销售的煤矿，比如说，在清洁的过程中损失的这个量呢，不能够被我们计算在生产量里面。还有在这当中，比如说在煤矿，有一些煤里面呢，有些煤会用来加热，或者是为这个煤矿区来加热。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应该是在需求面数字记录在需求面的数字。而不算在生产数据里面。当然，我们知道煤矿，它是很在贸易上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它可以通过海运或者是陆运。那要怎么去计算它的进口数据呢？它是进口到某一个国家为国内来供应的。出口是从国内生产的煤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这个数据。那我们必须要扣除在，或者是排除它在转运的这个量。我给大家三个国家的例子，我们现在看 B 这个国家，我们只是比较生产的量。和出口的量呢，我们做个比较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确保我们的数值是正确的。第三个国家，我们看到没有生产，但却有进口和出口，这可能呢主要是以转运为目的的，所以我们必须将它排除。但是也有可能说，这个国家它进口了煤以后呢，把它加工，以不同的形式出口。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况，我希望大家在情况对这种数据的判断上，如果有疑问的话，跟我们联系，进一步的理清。接下来给大家看煤的转化，最重要的是无烟煤，这个把煤转化为电和热。当然，我们也还有这个一次煤转化或者是二次煤产品。当然，也还有这个煤的液化厂，让它从固体的化石燃料转换成液体的化石燃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煤生产过程是这样的：从这个焦煤它进入了这个焦炉以后呢，会取得这个煤产品。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伴随而之的这个副产品。在这个流程当中呢，我们在采集数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它入料和出料，之间的统计数据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的值，也就是说，它的能效应该是它的有效性呢，应该是在70%到90%这个区间，也就是它经过了焦炉以后转化出来的，应该是要原本入料的70%到90%，而且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能源单位。现在让我们看，在燃料市场这当中，在需求面这边有几个不同的很重要的这个分类。第一是转化，比如说它进入了焦炉，进入了高炉，然后呢，这个能源产品被转化成另外一种能源产品。第二是能源行业自用，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它是自己为了生产能源这个
能源供应上呢，自用的这个燃料。比如说，他们燃煤为自己的这个在能源转化的过程当中供热。第三是最终，是在钢铁行业的。但是这边呢，它并不是作为能源生产者的这个角色。好，下一章呢，给大家看我们的这个转型的转化过程。Of energy statistics, but for the sake of time, I will go fast here, and then you can. 出于时间的考虑，在这一部分我们会讲得更加快一些，稍后再去关注细节。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专题演讲的最后一部分数据的报告和收集。在数据收集方面，大家已经看到了数据来源多种多样，所以在这方面我就不再赘述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做问卷调查的，比如说采矿企业、工业企业，他们都会有自己运营活动方面的一些核算和数据，还有一些来自行政管理当局的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能源监管方面的一些数据，因为这些监管的主管部门他们也有关于能源使用的非常准确的数据，比如说他们会去查证一个政策或者是项目的落实，另外呢就是直接测量。比如说在煤炭方面，我们去测量热值，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煤炭其他的一些制成品也非常重要。另外呢，可以去做建模，我们需要考虑到产品之间的关系，去预估缺失的情况。比如说生铁的生产，那么生铁它并不是一种能源类型的产品，但是生铁的产量和高炉气之间有关系，所以可以通过一个产品去预估另外一个产品。那么看一下问卷，我们和伙伴国在一起收集了很多的信息，大家对于这个问卷非常熟悉啊，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有四个表格，那么流动这一块指的是供需之间的商品流动，针对的是每一种煤炭制品。我们有出口进口表格，我们稍后在练习环节会具体的看一下。然后我们有17品类的产品表，在问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不同的产品种类，然后你还有历史的时间序列，从1990年往下看的产品的情况。再看一下流动表格，和我们问卷当中一样，在我们的数列当中有产品，然后在横排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把产品使用在不同的经济部门当中，从上到下有供应，然后转换，能源行业自用，还有最后的一个能源消费。黄颜色的表格指的是和问卷相比的话所出现的变化状况，从之前的专题演讲当中大家对这个内容应该也不陌生，所以当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需要去查证一下数据，看是否需要修订。这是进出口表格，在这里我放大一点，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专门的一栏，69栏，叫做未列明栏。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煤炭是来自于哪里，或者说不知道这个煤炭去到哪里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数量放到69横排，就是未列明。热值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把这里放大一点，看得更清楚。那我们需要按照产品去计算热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需要按照燃料去计算热值。在这里哈，我把它这个缩小一点，可以看一下，我们能看到有不同的流动。因为在热值当中，不同的量会导致热值的不同。国内生产的很有可能它的热值和进口的煤炭的热值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里有个加权平均数，然后有一些量，它的热值会更高一些。
在不同行业当中使用的时候，热值会不一样。所以的话呢，再去汇报热值的时候，需要按照流动啊去汇报正确的热值。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在这个产品表格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其他的烟煤。在烟煤这一块，我们有四个不同的表格。首先呢是进出口，然后热值，然后流动。那这是在最后的评注页，它提供的是一些额外的信息。那当然，大家对于自己国家的情况是更了解的，所以如果有任何需要评注的地方，可以放在评注页。然后上面还有个表，有个按键叫做检查数据 check data，这里是可以向我们展示出我们数据之间的一致性以及有没有任何计算的错误。最后一点。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在问卷当中以及问卷之间保持一致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问卷里面，我们要检查，就像我之前给大家所看到的一样，既是数值方面需要检查，另外呢，你需要去再次确认一下不同的产品品类当中它的一个效率性，比如说焦炉。它的一个汇报的时候不能够汇报的少了。另外一点就是和电力的问卷啊，不同的问卷之间需要保持一致性，也就是在我们的电力转换问卷当中所使用的这个煤炭的量，它需要既被汇报在煤炭问卷当中，也出现在电力问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工具是可以供大家使用的，比如说国际能源统计建议。另外，我们的很多的数据也都是用到了其他机构的报告当中，在网站上可以获得很多的免费资源。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